轻巧，最快速 SDI 手牌电动手动两用削铅笔机。哦哦，忘了削笔，没关系，幸好我有带 SDI 手牌电动手动两用削铅笔机，只要四颗三号电池，削笔快速完成。哇，好快就削好了。那如果是大的学龄铅笔呢？没关系，只要取出小的标准铅笔刨刀，换上大的学龄用铅笔刨刀。大笔小笔随心所欲。哇，如果没电了该怎么办？没电了没关系，可以换成手动模式，只要左右扭转，一二一二，一样快速削好哦。耶，削好了。 SDI 手牌电动手动两用削铅笔机共有三种颜色，体积小，速度快，最聪明的削铅笔机就是 SDI 手牌电动手动两用削铅笔机，还有刨刀补充包哦。